云仔，云仔，好久没有给大家拍我家的黄园了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给云仔泡个澡降降温，马上喂云仔吃的。云仔，开饭了。这吃的太猛了。云仔的体型太漂亮了。云仔，来，云仔。云仔，云仔，他一点都不怕人的，再丢两块让他自己吃了。云仔吃饱了。黄园非常适合做宠物龟的，和人的互动比较好，而且比较温顺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可以关注我。